行行，哎，等一下，有点乱了。哎，sorry，应该先介绍再说。谁的意见？有头小讲了吧？哇哩嘞嘞！有一个有来个灵巧的，就这样。这个跟迅捷是 different 吗？应该吧，它是蓝色的。迅捷是，哎，迅捷怎么不见了？迅捷，哎，他们怎么换位置了啊？罗尼啊，罗尼啊，还要写穿了，怎么办？这都讲了，都讲了。半讲睫毛好了。天哪，这些太多角色可以演示了吧？我的天，这是角色狼来吗？我就会不禁让人家怀疑是不是角色狼来。都在玩角色，角色多到一个不知道怎么讲啊。慢慢来，可以玩家，有谁的密我了？